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八月二十二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反对台南铁路东移自救会会长陈志晓正式宣布，伊着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台南市第五选区的立委，挑战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朱德兵林俊贤。陈志晓表示，伊历经八党体制外抗争，但是却无法度改变，所以决定要参选台南市的立委，为体制内来做改变。登记投入反对铁路东线的自救会会长陈志晓，因为这几年的抗争都无法度改变政府的政策，现在伊也来决定要来参选2020年的立委选战，将要来挑战赖清德的朱德兵林俊贤，希望直接对体制来做出改变。我在这八年，做这个社会运动，其实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说我们非常努力要去把这些价值呢传递给政府，传给我们的群众，但是呢，因为整个媒体的运作啊，还有在选举的过程里面，事实上这些重要的议题都是被边缘化的。那政府呢，他们也完全没有在怕我们，所以有新就算有新闻，然后但是反正他们程序也照着走，然后对老百姓的迫害呢，一点都没有反省的意思。那既然政治人物呢，他们只关心权力，那么呢，我们就来跟他们争夺这个权力，来希望说能够改变这个社会。陈志晓认为，现在薪水上低、甲厝价上悬的状况是台湾上大的问题，改善这两种状况是的目标之一。事实上，我们是被这个政府、被这个权贵集团所剥削的。那他们剥削的方法，事实上就是弄政策，然后呢？他们这些制定的政策都是帮这些权贵集团来掠夺我们，不只是土地，还有包含把我们的薪资压低。那他们的目的就是把老百姓奴役化。那这样子奴役化的结果，使得老百姓他们，我们再努力，我们也没有办法翻身。年轻人现在不敢生小孩，买不起房子，然后没有时间跟家人相处。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文明的堕坏，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要改变这件事情。面对陈志晓的挑战，现任的立委林俊贤也表达尊重，同时也强调，伊家己有家己的抱负，参选也不是为了拍白相。我选举是有我的抱负，我的理想，我希望能够为大家一起来努力，打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我有提出我的政见。我的选举不是说要让谁落选，或者要去跟谁来打一场，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他参选的一个动机了，我们都尊重。台南市第五选区现在除了陈志晓以外，也有现任的立委林俊贤，甲国民党提名的蔡秀辉，台南安定力量的团队嘛，将要推出秘书李伯利来参选。第五选区已经有四名的参选人，但是民国博弈采访不得。由立委林俊贤和教育部所合办的108年课纲说明会，21号伫南区立新国小登场。现场组织真济，教职人员也阁有家长，希望透过说明会，让社会大众会当更加了解新课纲的内容。随着世界的科技快速变动，直接影响人类的学习方式。为了让咱的后代对上时代潮流，108年新课纲以自发互动共好这三大理念，注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作为学习的核心素养，让囡仔更有能力来面对未来快速变动的世界。108年度的课纲，这个确实会让很多的学生家长觉得那他的改变在哪里？那对未来学生的影响是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受教权，因此呢，我今天就特别在办一场直接邀请教育部下乡到地方来，直接面对老师、学生、家长，他们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可以让更做进一步的沟通交流。说明会之间，教育部政务处长范勋律马率团来台南，甲关心教育民众说明新课纲的内容，就是要让我们的中小学到高中职的课程
有一个截然不同于以往单科培育的那种知识性的，为了考试而准备的那种学习方式，它现在是一个跨领域，然后拥有素养，面对未来，面对现在的社会，有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其实是在讲这件事情哦。所以我刚刚提到，一个是面对世界的改变，课纲必须改变。那我们现在新课纲完全跟世界的课纲接轨。林主席表示，新课纲将在今年暑假全面实施，希望借着面对面的沟通和社会达成共识，这会为学童的教育权利来努力。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邮局为了方便文旦山区的农民寄送文旦，特别在满道农会对面成立上收中心，为即马开始到9月19日提供寄回甲收件的服务，而且运费阁优惠。另外也跟农民合作，在专属的网络商城推出文旦公益义卖，只要卖出一箱，就捐出10元，获得社团体。桂林乡有五车排几排，相当壮观。车头马龙大上满道文旦上收车的字样，这是台南局因应中秋节文旦送礼高峰，特别在满道农会对面设立文旦上收中心。马道有文旦，刚好在我们马道的产区里面的辖区里面。那每一年的话，我们果农大概都有那个上收包裹的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特地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有马安家的基安宫那个地方，那些上收中心，我们就提供现场来这边收集包裹，还有上收的服务。出席上收中心客人等的站市长吴伟铁，除了肯定邮局协助各农用心，也希望透过邮局专业有效率的配送，让全台各地民众吃到好吃的台南文旦。文旦的这个采购的电子商务，能够让我们消费者能够从网络上就直接订购优质的麻豆文旦，而且农民也可以很轻松的不管是把他们的文旦再送到这个采收这个集货场来运送，或者甚至于我们中华邮政台南邮局能够上门到府服务，能够到农民的家里面能够把这个他们的文旦给再送，然后直接运销，这个是非常便利农民的事情。中华邮政因应文旦送礼高峰，也特别推出关怀农产兴农这公益活动，并且在邮政商城推出文旦义卖，原价1000元的文旦礼盒只卖650元，而且卖出一箱就捐10元，福利堂福利弱势团体，让大家都要当吃到好吃的水果，也当做公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活动国际有机协会主办的两岸农业交流，22号下晡在台南市会召开记者会，会长毛素洲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成员出席，希望透过双方论坛带动两岸的农业交流。以推动有机农业为主的活动国际有机农业协会，在议员詹培雅和林美燕的合作，22号下午在台南市议会召开第3届。两岸农业智库的论坛会议，并且举办农业产品的评鉴。会中包括苏州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也派员出席，共同为有机农产品来推广。我们农业这个区块是目前大家更需要能够发展的，就是两岸这一个农业产品。那我们今天高博士很有心就帮我们两岸的好朋友那个我们对岸的好朋友，以及我们对农业产品的认知的一些协会啊，两岸的协会的好朋友共聚一堂来推广我们的农业产品，才知道说我们的科技还有一些的某某的点都是一个最好的出发点呢。今天很高兴的看到就是我们高理事长就是在透过我们互动国际有机农业一个协会这里面结合这么多的专业来到现场，当然不只是我们台湾的好朋友，我们也看到来自就是对岸的一个好朋友来到这边。我们等一下透过这个就是论坛，希望能够大家彼此分享
我们各有所得，在我们未来的领域里面，我们能够发挥出来。成立满两档的活动国际有机农业协会，成立以来，已推广有机全民运动，希望透过技术的辅导，将农业的经营形态转为企业科技来经营，扩展农产加工，降低成本，建立一个人人拢吃得起、吃得健康的有机平价通路市场。台南新闻林根蔡宏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纹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贝读 Book》，台南爱读册。基米医学中心在1805年成立 3D 列印研究室。并且结合科技大学的专家，组成创新医疗 3D 列印团队，参加今年绿电子发明甲设计竞赛，结果七合作品全部拢得奖。由行政院科技部指导、国际发明协会等共同主办的2019绿电子发明甲设计竞赛，日前伫个嘉南药理大学来举办，总共吸引国内外110队参加。基米医学中心总共有7个团队参赛，其中运用 3D 列印的科技，打造出首件的管线机器，除了收集的功能，另外也有设置的辨识，遇到紧急的状况，会用的争取到急救的时间，改善用药和病人的安全。得到创新产品设计的钛金奖。临床上啊，病人的管路非常的多，而这些管路其实外观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相似的。那临床上护理人员如果在急救的时候，他其实要找一条管路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些管路它是不可以混用的，因为如果一旦混用，原本用来救命的重要设备可能会危害到病人的生命。那所以我们就利用了颜色的这个色彩学的部分，结合护理人员他在临床上的共通语言，所以我们就选了这4个颜色，可以涵盖我们临床上几乎会用到的所有管路的状态。那这样护理人员远远的，他其实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一条管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另外，骨科病房护理师嘛设计一套如意滚筒，是一种会当贴的滚动按摩装置，会用来帮助患者做不同部位的按摩，得到发明类的协会做钛金奖。如意滚筒，对，那像如果我们现在是握把，它现在是朝向里面，朝向里面它有什么好处？病人他就是小腿，他可以放在这个滚筒上面，他就可以去轻易去滚它。那以前传统我们都是用奶粉罐，可是因为奶粉罐它瓶身是比较光滑，所以病人他在滚一滚的时候，他的脚可能就会从这个奶粉罐上面掉下去。那我们现在这个如意滚筒，我们有设计，就是我们有加了这样子的一个外盖，所以他在滚动的时候，就是脚就是不会下滑。那因为又加了我们的细胶条。那细胶条病人在滚动的时候，其实它是会比较舒适，而且我会增加一点摩擦力，所以它在滚动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滚动。那这还有那个第二个那个用处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握把。我们的握把如果因为刚刚是向内，我们现在把握把向外，那向外它就是会变成一个是比较大的按摩棒。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放在病人的大腿上面，它就是可以去做那个按摩的一个作用。基米医学中心这次参赛7项作品，除了管线机器、加如意滚筒得到钛金奖，另外还有气垫式的卧槽、保暖衣、球形手套。加辅助技术型的集针筒、氧气集器等3金2银的好成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拥有心理、中医甲自然医学3个博士学位的许新华，除了将伊一生所学的奉献予学术教育以外，更加落实伫个社会服务，积极踏入慈善工业。伊伫个将要迈入70岁时刻，出了一本《爱向我走来》新册。
除了回应医生，也希望传播爱和关怀，呼吁政府重视忧郁症的危机。在优雅舒适的美术馆气氛当中，拥有心理、中医和自然医学三个博士的柯新华，以及本《爱向我行来》新册，对表写伊困苦当年，一直到打拼读册，留下日本，甲红赛成为第一对在国外取得博士，回台湾奉献学术教育的经历，等于是一本自传式的回忆录。其中也因为感受世代价值观的不同，所引发的亲子冲突，成为伊关心的焦点。年轻的这新世代能够了解我们婴儿潮世代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活背景呢，还是有一些之间的价值观都跟现代的不太一样，那很容易造成一些家庭或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能够透过我的生命故事，能够让 X 世代或 Y 世代或 Z 世代的人都能够更进一步了解长辈的一些过去的生活状况。当年考进甘来以后，柯新华嘛选择积极回馈社会，创办春荣协会，投入各项的爱心公益，甚至在1999年得以新竹者的艺术表演，成为拍开两化交流的第一步。对此，柯新华认为，做自身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拢会当做的，嘛是当作来到地球的修行同款。其实我今天为身心障碍朋友争取福利，你怎么知道有一天我不会身心障碍？怎么知道我们的家人不会身心障碍？所以我觉得行善是每个人来到这个地球的一个使命跟任务。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一定要去特别的去表扬，都是很自然的去行善，很自然的去做。我们不要去做，就是不要有贪，个人的修行不要有贪嗔痴。那对别人呢，尽量的包容，也不要去计较，啊，事情过了就算了，就说你会活得很开心，别人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善。柯新华博士的新册发表会中，桃城高中校长也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来旁听，感受真深。从启蒙开始呢，啊，走向这个写作，又走向医学的这个路程呢，讲得非常清楚。啊，尤其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者呢，有很多身心障碍的学生，那么经过他这边的解释，我们才知道整个当初台湾在推行身心障碍服务的历程。任的读者啊，读到以后呢，应该会有所感受，而且他还有在做公益工作，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本书呢能够很畅销，啊，让更多的人来受益。新册发表会后，杜来在各大册局上架，嘛有计用1000本赠送予各公益团体来传播精神美。台南新闻郭志和乔邦蔡宏报的。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晴分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秦美泉，咱再会。